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洪瑶，我在《皓镧传》里面饰演的是一位公子，叫公子娇。刚开始看前期，觉得他可能会有一些渣，对于感情方面。但是越往后看，越发现他这个人其实很多的魅力点，比如说他是以大局为重，所以说他没办法去考虑太多感情方面的东西。越往后期看，他可能更展现出他的胸怀的一面会比较多。这个角色可以说是我演过所有角色里面最难驾驭的一个角色吧，因为很多面，这个角色包括他在宫前的人前一套背后一套，可以说是这个角色的性格很多面，然后再加上这个角色他心思缜密又有野心，这方面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有压力的。刚开始拍的时候，前几场就是跟王志飞老师看了几场他的戏，也跟他有几场对手戏之后，我觉得真的是老师就是老师，不愧是老师。片场也会跟他多聊一些戏，他也会给我一些意见和建议。几乎我是每一部戏都有学习到很多东西，从不同的人身上学习到不同的东西来适用于我。我对这个戏还是挺期待的，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吧。